阿公拜拜，爷爷阿公拜拜。对不起，老爷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怀表，哎，怀表，怀表哪里啊？老伯，怀表，那个老爷爷，这是你掉的怀表吗？啊，哎，怀表。 你没事吧？哎呀！动作快点啊！啊，打扫都这样拖拖拉拉的，笨手笨脚的，让你碰到这些钟表怎么办啊？是的。 宝贝真是漂亮！谁呀？喂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是，哦，王老板啊，是，哦，你说到对岸发展那个陈老板了。 我跟他很熟啊，哦，哦，是，可能最后一份了哦，啊，对，好，哦，是，哇，是不是这个老板真见识饱吗？嗯，这么小还这么贵，哎，啊，是，哦，王老板，好。 好，我们再联络，好 ，OK。怎么搞的？连这都擦不干净。好，我等下忙去擦。站在那边干嘛？上班不好好做事，想偷懒哦？没有啦。老板，对不起。老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小心把它摔坏了。我马上找人去修，只是零件坏掉而已。怎么修？一个吻合的零件有多难找，你不知道吗？何况这是古董呢。对不起啊，我可以赔给你啊，你可以从我薪水里面扣，对不起吗？回表哪里啊？老板，叫什么叫啊？你到底要怎么赔我？老板，我想到了，我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零件。我早上撞到一个老人，他身上有一模一样的怀表，他刚好有。那个路边的老人会刚好带着古董怀表在街上晃晃，还被你遇到？你当我这钟表店开假的哦？是真的，因为他跟《证券日报》长得很像，所以我还特地看了一下。要是真的有，你就给我找出来，不管用什么方法都给我弄到手。 请问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一个穿军色外套的人来这边买早餐啊？你是在讲老少哦？伊常常来买呢，伊拢对遐来呢。请问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一个穿军色外套的人坐在这附近啊？没有我也不大清楚。不过那边有一个眷村，你可以去那边看一看，搞不好会有哦。好，谢谢。 小伙子，你怎么老跟着我呢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啊！没有了。那个赵爷爷，我想要跟你商量那个怀表的事情。怀表？什么怀表？我不知道，我没什么怀表啊。不是啊，爷爷，我就是今天早上撞到你，然后帮你捡怀表的那个人啊。 因为我有点需要，所以想要那个环。爷爷，等一下，爷爷，要不然你开个价，我们商量一下啊。表呢？还没拿到。那你回来干嘛？是不是根本找不到你早上说的那个老人？ 还是你根本就在说谎嘛？不是啊，我找到那个老爷爷，可是他都不听我解释，没办法跟他商量。我不管，钱你一定是赔不起。不管你去跟人家借，去跟老爷爷买，或者去偷去抢，反正一定要想办法弄回来，不然你就一辈子在这里当白工。 爷爷早安啊！我带你最爱吃的早餐哦。可上次撞到你的早餐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兔崽子，你按什么心了你？嗨，爷爷早安啊！